全军出击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哟，吓我一跳啊！定叫上俺老孙的本事吧！你们嫂子说，不要说教育弹幕，教育别人，不要去解释。那不解释就不解释呗。哎，我觉得解释也没啥。哎，你才一级呀，小伙子！呀，这怎么这能踢死我啊？哎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波能给我踢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谢谢思勋的飞机。哎呀，出个那什么好了，哎，出错了，装备都出错了。正常不应该出这个，正常其实应该出这个。嗯，不是这个，出这个也行吧，小长剑能用一个，应该来个鞋其实。我是没想到他最后一踢能踢得到我，你知道吗？他移动速度够了。你咋那么凶呢，兄弟？咱凶什么？我就没搞明白，你为什么平 A 没出来？给我上！生气呢这？我说实话，这波兵啊，可不太好推呀。这个扣没扣到，不应该。回家整顿一波，兄弟，整顿一波，整顿一波，整顿一波，回家整顿一波再杀他。这人真装啊！我这一看，真装啊！这是真装啊！你怎么就装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的老天爷呀！给你装完了，你等着啊，你等下一波，我能让你吃到兵，我就把我的蓝倒着洗啊。这里还有眼儿啊，这里还是有眼儿的，这小子装成这个样子，你看着没，这里还是有眼儿的，我都没想到。我以为这里没眼儿呢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真眼儿应该不用查，先上线找他拼的。怎么打？看好了啊，先 Q 一下。你干啥呢？一上来 A。等他往前追 ，W 开起来 ，A 接 Q，
直接找他拼，他是强攻，我们是征服者，吃个药啊，这波不会死。点盐还没了，你要记住，你用你的 E 技能来扛他青钢影的 W 技能，用 Q 技能来耗他的血，我们比他长。回家750够了，让他先放 W 或者是先放 E， 来用我们的 W 来挡住他的 E 技能。他 Q 完一下，他肯定得 Q 第二下，他的指定得往前追，追完以后他就死了。听懂掌声。吃我的塔皮，那可不行。他这波指定得 W 我们，只要他 W， 对不起，死了。挡住他逃跑的路线，就一下。如果这个小子聪明一点，他会往右边移，但很显然这是一个蠢蛋。来吃波冰，这是要找我们拼啊！他的 E 用来赶路了，所以这波他没有 E。如果他有 E， 他第一时间就 E 上来了。这个 E 100%是用来赶路了。那这样式的他就已经1-5了。对，就打不过还硬拼，拼吧。分离者1500，回家。能出三项吗？不推荐，三项不太厉害。这剑圣怎么才4级呢？啊，这剑圣4级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也太惨了。讲解一波为什么出分离者，分离者推塔快，单挑猛啊，比可血战斧厉害一点，可血战斧是打团的。哎呦啊，他这波没上来我是没想到的啊。上来，上，直接上，别着急，没打他啊，来上上上上上。哎呀，你直接杀吧，磨磨唧唧的，你说说你在磨叽什么东西啊？你很害怕吗？你说他那点破血吧，你就赶紧杀就完事儿了。给你们看看这分离者拆塔得多快啊，37秒我开始拆，你看多少秒我能把这塔给它拆掉。这波我估计应该是够呛啊，死就死了，没事。37多少秒给它拆没的，50拆没的，37 50，嘿 Siri。
50减37。50减37等于13。13秒，你做防御塔，13秒。这波来个铁板鞋吧。如果他下一波高地没有人，13秒这个塔又会没。这怎么回事呢？三项的话，35攻击力，35攻速，他加的攻速给猴没啥用。其实我觉得，实技能级数200生命，下一次附带额外200%的基础物理伤害，持续1.5秒。分离者是目标最大生命值10%的物理伤害。综合属性没有这个分离者好。你看我这一个扣一个扣的，他都受不了。他杀了得了，没人管是吧？那没了。哎呀，光一个辅助其实没什么用，都可以不用理他。这为什么想杀我小伙子？我扣一下这个高地应该是600-700滴血。很快的。然后出九头蛇打单带，这高地一共多少血呀？这兵营我看不了，没血条。而且这分离者是20技能级数，3项是10，你知道吗？大招就会好的很快，我估计这里是有眼儿，要不然他不可能不过来。4个正经人他都得过来。刚才如果要是出3项的话，就得出破败了，玩那种3项破败流。我给你一个坑，还挺秀。其实就这几个神话装备，这猴哪个都能出，看自己吧，你喜欢出哪个你就出哪个。你想要什么打法，你就出什么打法的装备。一共这么几个，一共星石可以出，这
这个木印是真没什么用，这木印你要硬要出木印也行，你觉得木印好用那你就出星石，你可以玩那种杀银柳啊，带个电刑。哎呦，然后科学战斧你可以拿去打团，比如说你挺劣势的，哎，你拿这个去参团战去挺好的。这个玩意儿没啥用啊，又脆。这个东西你可以打单带，当然爆发也还够啊。这个你就可以玩那种攻速流，都可以出。这波我们应该是五杀了啊！哎呦啊，小伙子抢我五杀！这锤石减速减的有点狠呐、啊，先吃个药来加个速度，一扣死，够我哎！我还正好靠不着你兄弟，你给我死！那扣这防御塔一下五百多，一共防御塔就3000滴血，你知道吧？扣一下五百，六下就没。还有扣这个700，正常一下。分离者的平 A 是500，扣一下是700。我看我扣一下基地啊，算了，不扣基地了。你干哈呢？你挺嚣张啊！哎，又吵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吵啥。也不知道吵啥，别吵啊。那有些人就像精神病似的，哎，这咋？